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十字七月系列。上次抽到了水性玄柄，那我们这次是要来抽草莓大福。我真的是用尽各种玄学，你知道我今天用了其中一个玄学是这个草莓大福。听说边吃草莓大福边抽，有几率可以抽到草莓大福。来，我们事不宜迟，就直接开始哈。来哦，先三个，抽。不过，然后马卡龙干，烂牛奶，马卡龙哦没了，再来，米线，单抽米线，钓鱼烧，再来。哦，牛奶，哦，对，草莓大福，你还有吗？哦，一米又抽到一米，扯，单抽一直抽一米是怎样？哦，我现在有点抽上瘾，好来六抽，哎，饺子。おめえは何の動物？阴兵，喂，这一波很，这一波有点运气太好。啊，九道雨，九道雨，我靠，运气这一波运气超好。哦，再来。嗯，汉堡，一抽一次啊。我运气真的有点好，再来，我快吃完了，糟糕！糟糕哎，糟糕，都没有大福的迹象。嗯，什么都没有，最后一招了。竟然超过汤圆6000多颗，6000多个火种，我不信。六抽，不行，我要冲一波了。没有，都没有，这波超烂，再来。哦，生鱼片，哇，味噌汤，黄酒，阴饼，阴饼又是阴饼，我阴饼抽到好多次了，阴饼有那么容易中吗？再来，哦，我的眼神逐渐母汤了，有没有？哦，羊虾，快中风了。汤圆，现在就是汤圆。我很信那个一次按三个，我都拿草莓大福来吃了，来吃吧。哦 ，SR 的拿破仑，葡式蛋挞，再来。酒酿丸子，泰式酸辣汤，阴饼又是阴饼，我靠，阴饼超多啊！可是阴饼啊，我刚看阴饼好像是阿卡，所以还好。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水性第二只水性玄饼，蔬菜沙拉，哇！竟然抽到两只水性玄饼，水性玄饼在这次的活动其实。大家能得手就赶快得手，因为水性玄柄真的还蛮好用，而且我还蛮喜欢它冷色的。最后六抽了，六抽没有，我就要再氪了。哎啊，辣条我已经五星了，梅子茶包饭、鱼香肉丝、牛奶、凤梨酥。啊，这就只是个游戏而已，游戏嘛，对嘛，游戏嘛。我再换3000个灵活种来，
下。我通常会把温度调低，因为我觉得草莓大福是偏低温的食物。哎呀，马卡龙！哇，真棒！哇，天哪，他派出不要再来了。哎哎，刚刚竟然抽到 egg 啊，还有鸡蛋仔，新卡新卡新卡。我叫鸡蛋仔。啊，他竟然是讲香港话，是讲香港话，英明又是英明。何か悩みがあるみたいだね。对，我很有烦恼，我抽不到草莓大福。再一次，拜托拜托，草莓大福，我磕的有点多哎。もし怪我をしたら、すぐ私に教えてくださいね。咖啡，不是的，我要算，我到底算欧还是算波？我觉得我抽的不错哎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酸辣汤，辣条，哦，两只辣条，我辣条已经满到不能再满了哦。辣包，辣包，辣八粥，哎，哦，我之前没抽到哦。新角色不错，我快要抽完，我快刻完了，我快刻完了。拜托，来一只草莓大福不为过吧？这一片，再来。不管，我现在直接怒抽了。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有抽到吗？有的话不要在下方留言跟我讲，因为我不想知道。哦，草莓的。好了，算了。那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按个订阅及喜欢。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十之七月的影片的话，把这部影片喜欢数到达1000，我就继续拍十之七月的影片。OK， 好了，如果喜欢就追踪我的 FB， 按照粉丝还有追踪我的社会，那也可以去看我主频道的生活类型的影片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